给人家四岁的时候练武，就是练的长家拳呢，就是五行气火焰内功。你快60了，一直都坚持。我这个功夫呢，就是比较苦，好多师兄弟们都没练。运动器全部运到外围，大小都是圆的。这给解释了，给石头。这一般情况就是4:40左右都在起床，早起2小时，就是晚上2小时。解释吧，练这种功呢，就是养生不老不生病，就是对体质好，能吃饭，就是抗饥寒抗打。就是零下12度，你可以坐那一练功，照样排出汗，再热也能坚持住，再冷也能坚持住。就是这个功夫，在咱中国就是很少人练那个功夫，我一直把它坚持下来。Good.